这球带起来，这是仰角比较高的飞球，仰角比较高的飞球，比较高的飞球 ，hand check， 哇，刚好过，刚好过，哇，刚好过了左半边的大墙，这是一个两分炮。今天左外野其实是比较偏逆风哦。嗯。我一开始仰角很高啊，觉得有机会接，所以高国麟其实退到全垒打墙边呢。哇，看这个仰角一打到，就是一直往天空飞了。这个时候你看国麟都已经开始做 hand check， 可是他知道他自己的脚已经踩到 warning track， 对，就是刚好翻越了大墙。哎呦，一二垒之间穿了过去了，用推打的方式。哇，这球被完全咬中，这个球咬中就有一点麻烦了。现在已经是准备通过三垒，那看到了一个 stop sign， 那击球的陈杰宪呢也打出了一支长打的安打。中线，哇，这个球中线被打穿。那两名跑者试图要冲本垒，哇，外野手一次又没有接得很干净，所以这支安打林敬凯带着两分的打点，统一狮队超前比分的4-3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